连连。我的小连连。好的，连连，找庆庆有何事？庆庆，哎呀，好恶心！庆庆，连连，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庐山真面目？那天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你非要来找我，我说我家里不方便，你。这一会儿一个砖头，一会儿一个石子儿的往我窗户上扔，然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就偷偷溜出去跟你去约会去了。那天在黑木崖第八棵树上的位置，你不是见过我的吗？你说连连，你是我今生遇见最美的女人。哎呀，不要再说下去了，好丢人呐。连连呐，咱俩搂一把吧。收了干点啥？你说吧。还干啥？你想多了吧？这么多家人们在呢，你想干点啥呀？兄弟们，他比我还流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输了以后咱们罚点啥？输了以后你给我跳一段 Nobody， 昨天你没有跳，今天你跳 Nobody， 就穿这个小清新的衣服。好的，佩奇，咱俩一起去，我带上妹妹你，就炸雷吧，你输了你炸雷。你输了你也炸雷，你给我炸雷。好嘞，挺好，闭麦。这六分钟啊？六分钟行不？总票啊，行，可以不？啊，行。好嘞。哎，闭麦。炸雷挺火呀，炸雷。炸雷，动不动就炸雷。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啊！欢迎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姐。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男神女神们，这里是无双晚清，这里是东方公子。对不起，打了个嗝。炸雷，炸雷是这么玩的。谢谢大海哥，感谢大海哥，谢谢大海哥的支持鼓励。你说人生啊，你说岁月啊，男儿嘛他就该志在四方啊。谢谢我们的小思思，感谢小思思送来的支持，感谢大妹妹，你是我的人，多谢，我不许你进别人家的门，谢谢小思思，我学不来，偷偷的为我，感谢大头姐姐，感谢大圣，感谢大头姐姐，天边月亮如水，等到光把靠近揉碎，
33个人，感谢感管他佩奇还是啥，我不需要，我需要的就是拿下他。22个人，叶林克小星星，快快快快快快快！我们聪明哥说，我们家经常拿不到1.5倍，今天我们就拿个给聪明哥看看，可以有1.5倍呢。谢谢阿波罗哥哥，欢迎阿波罗哥哥。还有3个人，2个人，1个人，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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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2个人，先点亮灯牌，一人一个小星星，快！还有2个人，还差1个人。完成，拿下，拿下！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感谢家们。10秒钟以后开始加成啊！10秒钟以后开始加成，谢谢大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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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成中，现在是加成中，家们，现在是加成中啊，现在是加成中。谢谢我聪明哥，现在是加成中，家们，快快快快快！有什么上什么，谢谢阿波罗哥哥，谢谢聪明哥的花花，谢谢阿波罗花花。对面过来了，对面过来了，对面过来了，对面过来，对面也在加成，对面也在加成，对面也在加成，还有1分30秒，1分30秒，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再感谢聪明哥春日野餐，谢谢聪明哥。炸雷！感谢阿波罗哥哥，还有20秒的加成，加满快！对面的血条有啊，对面血条有啊。感谢聪明哥在樱花树下谈恋爱。炸雷！还有5秒的加成啊。50秒，拿捏住他，小心被他偷塔。大哥们，女生姐姐们，一起守个塔，一起守个塔，加油加油，一起守个塔。还有30秒，30秒，他家可能会偷塔，他家可能会偷塔。我不会跳炸雷，我真不会跳，我不会跳炸雷。还有20秒，家们。感谢大海哥，谢谢大海哥，感谢大海哥的守塔了，家们，扣一波炸雷，好像是那惊雷改变的，我不知道。还有19秒、15秒，还有15秒，家们，大哥们守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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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感谢大海哥，谢绿朵姐姐，谢聪明哥，感谢我们大头姐姐。还有10秒，还有10秒，还有10秒，还有5秒。感谢聪明哥的春日野餐。谢谢聪明哥，哎呀，感谢大头姐姐，谢谢大海哥，谢谢阿波罗哥哥，太帅了吧！感谢足心人家，谢谢青青姐，谢谢平安六大，谢谢福音哥，谢谢野狼哥，感谢孤星独影，拿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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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就难堪了，我不会跳炸雷。小娘子太厉害了，小娘子，小娘子，请叫我莲莲。啊，莲莲太厉害了，莲莲，做女人挺好。你穿的是什么？又换了一套衣服。做女人挺好。哎呀，这道具都有，我的妈，笑死我了！哎呀。呀哼，好的卡卡，没事卡卡，炸雷呀，炸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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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炸炸炸雷，炸炸炸炸炸雷，炸炸炸炸雷，炸炸炸炸炸雷，炸炸炸炸炸雷，炸炸炸炸炸炸炸雷，炸雷呀，炸雷，炸雷哥经济纯大锤，炸雷呀，炸雷。经济轮大锤，炸雷呀，炸雷！经济改革轮大锤，杀飞雷！哎哎哎！
谢，感谢家人们，你们是最棒的，感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哎，感谢，哎，人呢？啊，这后面呢？哎呀，我肚子疼。哎，哎呦，我的天，你是太有才了！哎呦，我的个天哪，真的你太有才了，妈笑死我了！我妈肚子笑疼了呗，你怎么了？哎呦，我肚子好疼！不是你怎么那么有才呀、啊？哎，那个佳辉哥啊，你有没有穿这套衣服去迪厅去晃一圈？把自己炸翻了个屁了，兄弟们！对，你穿这一套衣服去迪厅，你是全场最闪耀的焦点。哎呀，我的天哪！你干嘛啊？跟我炫富啊？你跟我炫富啊？炸雷呀！炸雷，把自己炸晕了个屁了。你这个炸雷是我有史以来看你所有节目当中最牛逼的一个节目。刚刚对面大哥送礼物了，谢谢对面大哥啊！对，我们聪明哥很喜欢你的节目。哦，谢谢大哥，大哥。大哥你太厉害了，大哥大哥讲究嫁给你给他累晕了，给他累晕。不是佳辉哥，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去过迪吧？我是迪厅最靓的仔。我就感觉笑的时候好刺激，你们哪一天晚上不得穿这身衣服去溜达溜达？真的，哎呀，笑得我真的肚子疼，鱼尾纹都上来了。哎呀，佳辉，你这太有才，你别换衣服呀，你换的衣服不是那个味儿了。我就特别喜欢你穿那个衣服，感觉跳的还最后一曲人呢，人美。谢谢大家，你这个装的真的，从头装到尾。闹。你这个感觉给我感觉你经常去迪厅啊迪吧呀，你这太专业了，这蹦迪蹦的必须的。我还给你表演个什么节目，你们想听什么？哪一天不是去迪吧呀？没有。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欢迎来自 Disco Party。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步入舞池，慢慢的放松您的身体，你们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Come on, let's go. Put your hands up.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Come on. 随着音乐节奏摇起来。哇，你这太专业了，你这打碟的呀？这，哎呀，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看到你的手在空中甩。啥吧？你把学一点。你是打碟的呀？对。我觉得你穿小鱼穿那套衣服去打碟，绝对那个迪吧，我跟你说，不火也得火。走了。Put your hands up. Yeah. 我还没有 put your hands up 呢。你来吧，听一曲来，来一个低高版的，蹦极帕奇，蹦极帕奇那种来。不，这蹦极帕奇是什么？我不懂，你跟我讲解讲解。哦 ，B-box 啊。哎呀 ，B-box 也 OK 的。你会不会跳 hip hop？ 会不会跳 breaking popping locking？ 你讲的什么玩意儿？把给
不是说也也嘛的也嘛的哪里有就问你会不会跳 locking 会不会跳 breaking 会不会跳 popping 会不会跳 hip hop 会不会跳 open dance alright 赶紧展示 ok 赶紧展示 what's wrong 赶紧展示你的表演吧 how are you 先来弹一曲就行 good morning 让我们欣赏一下我们的无双姑娘 hi good morning hi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兄弟们又来一个忘吃药的我上播前都忘吃药了你不要学我我都忘吃药了刚才 How are you? Alright, come on baby 想听个什么曲啊给你们来一个霸气一点的世间始终你好、啊、好不好哎呀太好了这样的话我还得折腾啊世间始终你好你还得折腾你要去换什么衣服呀来 放音乐快快快放音乐嗯哦快配上配上嗯快快快配上累死宝宝了佳慧哥说累死宝宝了色色色色变变那我就走了啊不是刚刚 你把你的衣服穿着好你这个胸口露出来了知道不哎对对对胸口露出来了你又不是练胸口碎大石的不要露你胸好不好不是露点胸显得性感吗性感哎呀 so sexy 大侠我们江湖再见江湖不见再见不见再见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决两断江湖再也不相见 Goodbye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So that's nice. 哎呀，笑死我了，被他笑死。炸雷！炸雷！帅呆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哎呀，这个才玩的开心了，笑的我鱼纹都出来了。真是的，笑的我。炸雷呀！炸雷呀！雷啊 ，Just beat it！ 炸雷，改革，改革抡大锤。女声音我不认识她，多连她笑得我肚子疼。
们开心亏不开心好吗？这样的连麦才是真，这样的连麦才是有质量的连麦。对，你说你一上来多连他搞搞气氛，好的无双哥，好的凤凰姐姐，时尚姐姐。哦，双音来了，双音那个唱歌唱的不错，我闺女还在家笑。Hello。嗨，我得在这里搞个造型。对，这个嗨，哎，这个镜头下面的感觉是吧？很高兴认识你，第一次跟你连麦，好开心哦。是每天都是第一次是不是？哎呀天哪！大鱼哥，你好无双，你好，我是晶晶，我是手势舞主播，很高兴认识你。晶晶好，我是青青，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青青晶晶，我这样子，我再找一个吧，看还有谁，我看看啊。来，我先关注一下青青啊，我先关注一下青青。好的好的，那我也关注你了。认识你。好的。来找个二胡小姐姐吧，她有二胡好吧？看她连不连我，她接不接麦啊？她。现在最近不接麦啊，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方便，有就不是他。我跟他连甚至好早，他说没好久没接我麦了，这是，啊接了接了，我说不接我麦了，我是不接我麦了现在，没，主要是那个时间上总是有点对不上，真好，你看没有那个无双，晚上好，晚清他是那个古筝哈，那个佳音是二胡，双双大主播了，以前没双双大主播直播之前就经常都刷到是不是？没有，没错，我觉得抖音很神奇的，以前经常在什么播放器里听到的歌声在。抖音现在可连上麦了，真的，是吧？很神奇啊！崇拜的偶像，都认识吗？突然间可以这样近距离连下麦，对，认识一下啊！晶晶是那个手势舞的一个小姐姐，也能唱歌啊。嗯， okay、无双你知道咋？古筝那超级厉害的，家里十多台古筝那种，知道吧？跟我讲了。二胡，对，我就不用介绍了啊，就是这个，对，嗯，好嘞，江英，来点个关注，那我们就那个才艺吧，第一次见面，来个才艺局，好吧 ？OK， 好的，好。那我就发个，我这是十分钟行不行？发个十分钟的。可以，好。可以啊，行，唠唠嗑啥都行的啊。唠嗑啥的，嗯，对。对，这个双音唱歌还不错，双音唱歌还可以，嗯。刚才墓园打四宫格，墓园老师有没有开播？无双哥，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墓园老师有没有开播？那墓园老师是祁隆老师的音乐总监，对，今天下午跟他连麦了。啊，他开播了对吧？好，待会儿我们跟牧原老师能不能跟他连个四宫格或者什么的。牧原老师今天下午还跟我表白了，嗯，7点就开了哦，我一定要连上他。哎呀，我现在人气比较低耶，刚才应该人气高的时候去连他，我不知道他开播了，我现在人气有点低，嗯，开播了那怎么办？现在人。嗯，不管，其实我跟那个谁连完麦，跟那个佳慧连完麦，不管是我去打 PK 也好，还是留在家里弹琴也好，人自来而然就会往下掉，因为大家看的就是我跟他的搞笑节目，一没有人就会跑掉，这是正常的。但是我应该第一时间去连牧原老师的。牧原老师他是干嘛的啊？他是音乐总监，他就是在录音棚里面搞专业的录音的。我现在就是要搞录音，我就是要现在就要去录专辑。上次海兰阿木老师已经邀请我去成都了，然后牧原老师他是在北京，那现在我肯定两个地方都去不了啊，都会被隔离的，我现在出不了江苏省的，是吧家人们？我不知道待会能不能连上牧原老师啊，牧原老师特别搞笑，咱们快播加油。弹个什么曲啊？欢迎清寒姐姐。啊对，那个牧原老师也特别的搞笑。帮我看看那个牧原干嘛去了，他在干嘛？牧原老师。这一连麦不得弄到10点吗？这搞的四宫格，这怎么办？家们，其实四宫格我不是太喜欢连，因为四宫格它会这个浪费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怎么办，家们？我先弹个曲子给大家听听啊！感谢大家的星星，谢谢聪灵哥。欢迎川川吧，我给大家发个福袋，第几个福袋了？第8个福袋了。
第八个福袋了，还剩一个福，两个福袋，这发出来还剩一个福袋。欢迎 N 五哥哥，还剩一个福袋，这样的话，我不弹琴不行啊！谢谢大海哥，感谢绿萝姐姐啊，谢谢聪明哥，这不弹琴了嘛，人一下往下掉啊。弹一曲《追梦人》，太难了。我感觉跟那个双音啊，单连比较好。这个四宫格好像不是太合适，四宫格跑人跑的太多了，掉人。谢大海哥，谢锦鱼姐姐，感谢锦鱼姐姐，谢谢大海哥，欢迎锦鱼姐姐，追梦人。姐姐
感谢锦鱼姐姐，欢迎我锦鱼姐姐，欢迎宇宙元宇宙 TT， 欢迎 TT。 咱们扣一波，加油，扣一波团结啊！还有最后一分钟，欢迎青青姐。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咳咳，还有最后一分钟，团结团结，加油加油！谢谢大海哥，感谢我，欢迎我锦鱼姐姐，谢谢我绿萝姐姐，谢谢聪灵哥。才艺重要，鸟话不多说。哎呀，你真的会说话，请你告诉我什么叫鸟话。哦，我的天哪，这么早存在感了吗？感谢家们的支持啊，家们还有一分钟，我们不管是花花草草星星，我们先众筹走一波，众筹走一波，要不然光靠一位大哥两位大哥就太辛苦了，好不好？家们把我们的小星星啊什么的飘起来，公屏上小星星小眼睛棒棒糖，公屏上飘起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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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参与感走起来啊，家们小星星棒棒糖啊，我们的小眼睛玫瑰花花走起来，谢谢大家。欢迎狂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谁来了呀？狂哥，欢迎狂哥，加个扣一波欢迎！我的天哪，这是谁来了呀？狂哥几天不见了，你到哪去了呀？狂哥，扣一波欢迎，家们！谢谢福音哥的风筝，感谢聪灵哥的花花。我们现在在第三名了，现在第三了，现在第二了，第二第二，还有十秒，还有十秒，还有十秒，还有五秒，守个塔，家们守一个塔。哎呀，大雷，谢谢我聪灵哥，我的天哪，这么打的这么狠，感谢我狂哥的龙宫，好美呀、啊！他们家都是偷塔的吗？他们都是偷塔的吗？感谢我聪灵哥，聪灵哥这个叫什么礼物老是记不住，欢迎感谢我狂哥的龙宫，聪灵哥哦，流星之恋，好美好美好美啊，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感谢狂哥，谢我聪灵哥，谢大海哥，太帅了太帅了，谢我绿萝姐姐，感谢锦玉姐姐，谢时尚姐姐，谢宇宙 TT， 感谢家们，家们我们扣一波感谢啊，差一点最后第一，是的，差一点倒数第一。快播感谢，我赶紧开麦，我不喜欢。更多的家人们参与守塔了，这个是比较欣慰的地方，看没有啊？好多家人们都参与守塔了，比如艾琳姐姐啊、夏天姐啊、叶子姐、豪风姐，对不对啊？哎，所以说最后的时候要一起来守一守，这个是最宝贵的啊。对，第四名没关系，练练手啊，是不是啊？多好哈、啊，你看，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我故意这么说的。没事，我第四名，我是我刚让家人们多守守塔，我觉得先练练啊，散票先上上，这样子来。来，那我先来吧，我最后一个啊，我先来。好，好久没有第一个来了，真是。唱个什么呢？你唱歌真的非常好听。没有没有，我想想，我可以唱个什么歌？这样吧。我唱个男生歌曲好不好？好好好，我唱个男生的，一直就听我唱西腔，我唱个男生的。好，我最近特别喜欢唱《天际》这首歌，不知道咋的了。天空的天，国际的际啊，来，好，把一首《天际》送给大家。我其实
强，但原谅我不能说得太明了，你是否也能感受我这心碎的感受，你是否也曾在梦里梦到我，在冷冷的黑夜里哭泣分不清眼泪和雨滴，慢慢的淋湿了我为你写的每一首诗句，在心里面默默的想你也是不住的委屈，只为了那一瞬我爱你，在无尽的夜空看星星，猜猜哪一个是你，猜到了你要对我眨眼睛，想要把你拥入怀里，你却变成流星消失在这茫茫的天际。第一次听你唱这么深情的歌曲，哎呀，唱得我都快要掉眼泪了。老是唱男女生是不是？好听好听，好听好听。谢谢大家。嗓音非常的好听，很洪亮。嗯、谢谢。来，下一位是谁呀？我。静静吗？是我。好，行。啊，是是、啊、晚清啊。对，行，那我第三，我给大家来一曲《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哇，这个好。送给大家。嗯。好听，好听，好听！欢迎我小婉，晚上好。来啊，好听的，是不是？对，好听，好听。来，我来半段《肩上的云》，好不好？跳个手势舞啊！不打个手势舞了是吧？跳个手势舞。不是，我给你打个手势舞啊！打一曲。对对好。
走过四季，那段爱情还留在心底，沉默的像身边的空气，飘雨的时候你在哪里，望穿秋水不露痕迹，只有那片蓝色的天空，他曾看过我们的甜蜜。你是落在我肩上的雨，随风飘飘成相思的雨，掌心里还留着你的情，却像花瓣般散落一地。你是落在我肩上的雨，随风飘飘吹来了回忆，看那往事在心里堆积，我一个人孤寂。可以，好柔啊！谢谢谢谢，哇，好美好美，今天好美，谢谢今天嘉宾的祝福。那我就接上了啊，这个肩上的云我就接着后半段了，好吧？好嘞，好嘞，行，好的好的。这么快，欢迎欢迎送给我们四个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感谢大家的守护和陪伴。好，嘉宾辛苦了。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晶晶家的祝福。这是一台非常精彩的演出，真好，就像一台戏一样，咱们四个人坐在一起，是吧？谢谢我们大鱼，一台戏，声音大鱼的这个牵线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享受，谢谢谢谢这一场这个音乐的视听盛宴。好，没错，没错，对对对，是的，好，对，咱们关注走起来啊！对，都是不同才艺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啊，优秀的主播哈、啊，真的非常棒，非常棒啊！玩得开心，感谢大家，谢谢我们每一边的家人们，你们的啊，对，守护你们的点赞啊，改天我们再连，好吧？好的，好的，祝福，再见，谢谢大家，谢谢苍林哥，感谢大海哥，谢谢绿萝姐姐，感谢我们的还有锦鱼姐姐也在，朗月哥在吗？朗月哥，谢谢时尚姐姐，感谢浮影哥，谢谢青青姐，谢谢我们所有家人们，为大家来一曲《肩上的云》啊。那个谁，那个老师好了，跟我说一下，家人们啊，没感冒，就用口水呛到了。那个牧原老师好了，跟我说一下，我给大家弹个《肩上的云》，好吗？哎呦，很多曲子我都会弹，但是我听了别人弹的，我就自己，我想起来，原来我自己也会弹这个曲。
你那么漂亮为什么要戴面纱？我不漂亮啊，我一点都不漂亮。啊，明天能不能出去做个指甲？我这个指甲做了快两个礼拜了，都没出去做指甲。谢谢大家，肩上的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曲子。什么断电？凤凰姐姐是什么断电啊？我刚才我们公屏上都没动，家们帮我扣一波欢迎。那个爱美，她是多美姐姐，她是一个韩国的姐姐，叫欧尼。她刚武双刚开播的不久，她就来守护我，一直陪伴我好长好长时间呢。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回无双家了。他们那边断电下播了是吧？冬梅姐，我还记得你喜欢的曲子，你的专属曲是那个叫《卜卦》。我跟你弹一曲《卜卦》，冬梅姐。狂哥、聪明哥，你们的曲子稍等一下，我先给冬梅姐来一首曲子啊。嗯，在这儿。
欢迎多美姐，墨园那边断电了。哦，好的好的，那没事没事，我们就给家里们家里的哥哥姐姐们谈谈去，一直打 PK 也挺累的。嗯，我得换一把琴啊，多美姐，我给你弹一曲不挂。你好久没来，但是我还记得你喜欢的曲子。嗯，家们把我们的赞赞点一点好吗？今天我们榜上的哥哥们还没来得及弹曲，但是我一定要先给多美姐弹上这一曲，因为多美姐好久没来我直播间了，估计有大半年没来了吧。先把音调一下啊。多美姐，你现在韩国还好吗？天都没来，你到哪儿去了呀？疫情严重，韩国疫情严重啊。哦，我的一些韩文是跟多美姐学的呢。每一个人都偏低，行业难做。嗯，先弹一曲不挂。送给我们多美姐，希望你会喜欢。加上快乐
感谢我们冬梅姐去年这个这么长时间的陪伴和鼓励，谢谢冬梅姐。谢谢大家，哇，这个人掉的有点多啊，最近。好的，有时间就来，好的，冬梅姐有时间就来玩啊。哎，我们聪灵哥到哪去了？聪灵哥，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多不认识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刚才我喊冬梅姐，好多家们可能也不大认识冬梅姐。对的对的对的，家们我们一起点点赞啊，感谢家们的支持鼓励，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的直播间。噔噔噔噔噔噔，哎呀，这个人掉的有点多呀，这怎么办呀？刚才掉下去很多人，噔噔噔噔，那个袁老师不在，袁老师不在，能找个谁呢？能人气高一点的啊，莫妮卡，谈霸气的家门回来，不一定会回来。哎呀，对不起，莫妮卡，刚才卡的很。哎，你干嘛？关键时候就卡壳呢？我刚才还卡了一下，又卡了一下。现在关键时候，我现在怎能感冒？我现在卡不卡？你现在不卡，其实刚刚我看你的时候你也不卡，我不知道你怎么就卡起了。我现在都开的标清，是不是很不清晰啊？我直播间还好吧？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好看。你现在室内直播啦？对，室内，我明天就飞了。飞到哪去？明天就飞了哟。飞到哪去了？昨天。明天我就可以出关了，我不用关在笼子里面，我要展翅翱翔。啊，你现在是居家隔离是吧？对呀，真的被你猜中了。你为什么居家隔离啊？你是去另外一个城市回到，自己的城市？我们就是去了一个城市，又换了一个城市，然后就被人家逮捕了。难怪我说你最近不在室外直播。对对对，就是特殊时期嘛。特殊时期，然后特殊时期就是，
明天就自由了，明天可以恢复自由了。嗯，好，嗯，来个榜五吧。榜五啊？嗯，这榜五我干不过。我也干不过，我连条件都没有，真的。我就试试看。哎，我们打个榜三十怎么样？妈呀，我直播间40个人给我打榜三十。你这大忽悠我，你连过来都差不多200人呢，还几十个人呢。现在135个人，没法打榜三十。真的，欢迎小新。那我们打个榜五榜十加点赞。榜五榜十加点赞。我肯定点不过你，我100多人，你直播间400多人，我肯定是输，点赞肯定是输。榜五榜十加榜五榜十加尾数那是可以。嗯，榜五打榜一、啊、你们家榜一大哥在是吧？不行不行，这样大爷会吃不消。榜五榜十加榜五榜十加尾数啊，可以。好，那你说输了干嘛？嗯，输了你说嘛。输了我说吗？ 那个打榜三啊，干嘛你要做榜三吗？打榜三啊？没有没有，让我们等一下说惩罚怎么样？打榜三是吧？没有没有，榜五榜十加尾数。哦，好，嗯，好，嗯，那么惩罚等一下说吗？惩罚好。苍灵哥还有狂哥，你们到哪去了呀？金光水闭麦，闭个麦。来，家人们，我们心愿单还有这个真的，我们有没有心愿单的呀？我看一下我们的心愿单是什么呀？有效开播第一天。哎呀，榜五榜十加总榜，我妈呀，人都不在，怎么打？打着玩吧。打着玩吧，希望大哥们快回来。嗯，到哪去了呀？噔噔噔噔，欢迎牛博士，欢迎牛博士，咱们浪漫花火占个榜呗，家们。谢谢大家的支持，榜五榜十加总榜。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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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家们，爱的浪漫花火能占榜的占个榜，爱的浪漫花火好吗？爱的浪漫花火能占个榜，咱们占个榜。欢迎一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家也没占榜呢，榜五榜十加总榜，对面有一个榜上来了呀！欢迎月月，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对面占榜站起来了，家人们，卡大爷占了1000票，一个人占了1000票，一个人占了1000票。欢迎坚强才有未来，谢谢你的眼镜。家们有热气球，掏个热气球呗。有热气球抛个热气球，有保时捷跑车走个保时捷跑车，可别到时候一个榜也没有啊，一个榜也没有啊，那就难看的呀，一个榜也没有那就很难看的呀。欢迎抖音小客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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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榜没有那就难看了，家们有热气球浪漫花火之类的吗？家们，欢迎独宠方，欢迎我腿短先溜了。哎呀，这个名字好搞笑。可以，我加油，给大家发个福袋，不发福袋人都没，人都没了。可以，我加油。 Welcome to TTT。
这怎么办？加满加油，扣一波，扣一波，加油啊！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的直播间。我的浪漫花火，一个浪漫花火的，欢迎丛林哥回家。榜五榜十加尾数，榜五榜十加尾数，完了完了。丛林哥，你是不是接电话去了呀？打啥呀？榜五榜十加尾数，榜五榜十加尾数。榜五榜十加尾数，感谢丛林哥的春日野餐，好好美啊！哎，丛林哥的春日野餐，家们加油，家们加油！无双哥还在家里面守着呢，时尚姐姐还在家里面守着呢啊！加油加油加油！能上浪漫花火的上个浪漫花火呗，家人们，对面也站不起来，对面榜十估计也难，现在榜十都难打。欢迎新尖石川，对面上了两个，上了三个榜，上了三个榜。欢迎龙仔，来能上爱的浪漫花火，上个浪漫花火，榜五榜十加尾数，是的，是加尾数。团结加油，谢谢大家，团结加油。炸雷，炸个雷！欢迎灵魂。加油家人们，现在对面又上来了呀，他们的头图像怎么都是一样的呀。欢迎泥春哥，谢谢泥春哥的灯牌。百鹅经济扔蛋锤，炸飞嘞，扔大锤，特别喜欢炸飞哥。家们有棒棒糖送个棒棒糖，有热气球送个热气球，还有我们的浪漫花火走一波。这榜五走不起来了吗？他家好像也是后发，是的，他家好像也是后发。哎呦，不好意思，在群里发信息了，发的不好。而且四分钟能回来几个人呢？不知道，也不晓得能回来几个人。谢谢聪明哥一直陪伴着我，谢谢聪明哥。噔噔噔，嗯。不能发信息，不能发信息，发了信息人家会嫌烦的。他家是八不不不，他们家是统一的头像，应该是统一的头像。我的天哪，这怎么打呀？这怎么打？他们打到榜四，榜四521，榜三1200，他榜一打了6000多票，他是想给我把的血条给我炸了吗？他榜一打6000多票干什么呀？又不是打总榜，是想给我把血条给我炸了吗？有的主播是团队，哦，团队是干嘛的呀？那他怎么分成啊？他一天的音浪跟谁分啊？还要跟团队分啊？是这个意思吗，聪明哥？感谢姑，一人一颗小心心，助力一下家们。妈，太没面子了，回流的也有哦，回流的，欢迎小佛爷。回流那边就没意思了，23个人，一人扣小心心，家们，小佛爷占个榜呗。行，背嘞，还差17个人，快，家们，速度速度速度，17个人，17个人都是铁粉啊，都我们都是铁粉剩下来的，还差16个人，快快快快，一人一颗小心心，一人一扣小心心，一人一扣小心心，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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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还有10个人，快快快快快快快，速度还有9个人，8个人，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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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8个人，7个人，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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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4个人，3个人，还有4个人，快，还差四个人，先把灯牌加上，加小心心啊，还差四个人，快快快快快。还差四个人，我人少了就还差四个人，快快快，家们，我的天哪，就差四个人，还差三个人 ，over 了。妈呀，他一号麦打个6000多票，三号二拍麦打个3000多票，后剩下来都是500多票，直接打我血条呢，他们。
打得我一点气场也没有了。妈呀，我今天晚上的人跑的有点多，大哥们姐姐们也不在，这打得有点难呢。打了2万多票了，他们干什么啊？又不是打总榜，上了15000，我的个妈呀，我真搞不懂他家怎么那么多大哥的，我真的搞不懂，他们家那么多大哥，我真的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欢迎航航，欢迎航航，欢迎航航，谢谢。等航航灯牌8级了啊，这没法打了。我们家就只有，真的假的？无双哥，我感觉有点不像哎，是不是他们都是用统一的头像的啦？是不是用的统一的头像啊？感觉不至于同一个人啊。反正我知道他家大哥很多，很多大哥，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哦，是这个原因啊。但不能去绿轮，不能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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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哇，谢聪灵哥，爱在樱花树下。好了好了，聪灵哥可以了可以了，你肯定打不过他了，他那么多大哥在手，而且我们就只有一个号，打来打去还是输的。他们现在上了，我们只有一个榜，他们上了5个榜。聪灵哥给了我6000多票的这个人叫什么尊严票已经好 OK 了，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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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跟他打太害怕了。扣一波，感谢，谢谢聪灵哥，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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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无双无能，最近榜五也打不起来。加盟扣一波，感谢感谢我聪灵哥，谢谢坚强才有未来，谢谢小佛爷，感谢所有加盟的支持助力啊。感谢我们大爷，谢谢我们涛姐，感谢我们畅畅，谢谢我们手机用户5256哥哥，感谢我们水水哥，谢谢我们守望哥，感谢我们七号哥哥啊，七号哥哥给，感谢我们剑哥啊。你们什么时候升16啊？啊，就是那个涛哥，你记得每天回来送一个大萝卜，就很快就升了。好的呢。大萝卜，谢谢所有家人们。嗯。妈，笑死我了！每天回来送一个大萝卜，听到没有？每天送一个大萝卜，很快就到16级灯牌啦。对对的，真的被你听到你。你们家好团结啊，头像都是可以做成一样的。我的妈呀，这团结凝聚力太贵了。这是我们家的专属头像，嗯，专属的。大萝卜是什么？就是，哥，就是抖音一号。嗯。然后我做什么惩罚 ，Monica？不行不行，不能玩表白，表白双他会害羞，等一下他们家大哥会比较那个比较恨我。没事，那我就表白，你喜欢我表白就表白，我表白一个来。哎呀，别好几天没表白了。哇，真的吗？嗯，我天天赢啊。妹妹别懂事了。哦哦，对，那个你还是来个忐忑吧。不要搞忐忑了，忐忑是你们家人也没有，我们家也人也没有，搞个表白简简单单就好了嘛。真是的，我真的我天天赢啊，我现在这两天就没输过，你让我唱一次行不行？我天天赢啊，对，这两天条件特别好。不是，你啊你，对我一号麦大哥，这是我刚才他刚才接电话去了，我叫他不要打。等一下，等一下。你给你们家大哥那个啥，你就不合适吧？我跟你们家大哥表白啊，真的？给我们家的，对，给我们家的榜一。你放心吗？放心，可我放心了。万一唱了表白了，人家大哥受不了，扛不住，完了到我这儿来刷了怎么办？你确定吗？你确定是要给你们家大哥唱吗？你想好一。你要么就是那个独忐忑，要么就给我们家榜一，唱天下第一，嗯。你们家榜一叫什么名字？我来给他唱。我们家榜一叫跑了吗？没跑吧？哦，嗯，
小宝，小宝贝啊！小宝贝啊、哦，原来是这样的哈、哦！你确定吗，莫妮卡？嗯呐，你确定？你确定就好。哎呀，这个宝贝唱的真的是，真的是。我来给你唱啊，你确定了哈？完了，大哥到我家来刷礼物，我就不管啊。没切下去。哎，怎么没跟上来？怎么回事？宝贝，准备好了吗？宝贝，宝贝，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嘴巴一个，宝贝宝贝抱抱，我要公主抱抱，飞起来的抱抱，转圈圈的抱抱，我的宝贝超帅，笑起来时好帅，牵我手时超帅，摸头杀时好帅，我的宝贝最棒，我崇拜他的像，亲亲只能你要，这首歌只为你唱，我只想做小朋友，有你能一直守护，我只想做小朋友，有你能一直照顾，听说如果小朋友不开心就会死掉哦，可我这个小朋友没有你才会死掉，宝贝啊你生气呢，哇你下班了呀，哇你睡觉了呀，开心也要抱抱，难过也要抱抱，喏、no, 我的 QQ 密码，喏、no, 我的微信密码，我的淘宝密码，还有我的银行密码，我的宝贝是超人，宝贝，我的天哪、哎、刚才什么情况，那什么情况，无双你唱的太好了，明天就到你这儿来刷十个嘉年华，不，一百个嘉年华，真的假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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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莫妮卡会吃醋的了，大哥，不能这样，你可以跟我私信，莫妮卡会吃醋的哦。我们家宝贝非常淡定，因为她是女孩子。啊，小姐姐。应酬啊，小姐姐呀、哦，哎呦，你挑了一个小姐姐，真是的，莫妮卡，你没有挑大哥，你挑个小姐姐，真是的。哦，我知道了。对，因为这不是说榜一吗？他在榜一啊，是小妹妹。哦你哦是哦你啥啦嘿哟哦你。啊你哟哦你你不要笑啊莫妮卡，你笑我也想笑。可以，他说你要不要再重唱一次。哦不要了啊你哟。你不要让我们就走了哟。嗯嗯。啥啦嘿哟。哦 ,baby。Baby, 拜拜，拜拜拜拜，嗯，拜。哎呀，唱的我好累啊，我不想再唱了，因为我生气了。嗯，不要让我唱这些歌，真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无声直播间，这里是无声晚清，这里是东方小公举。今天的直播我要快结束了，家人们。你在韩语什么时候学的？就是因为刚才那个，我们家有两个，一个是韩国欧巴，还有个韩国欧尼，都是他们教我的，所以我会学，我会说一点点韩文。早点休息吧，嗯，好，聪明哥，我都没来得及给你唱歌，不对，给你弹曲子。聪明哥，你点个曲子，我给你唱一首歌吧，聪明哥，聪明哥。不接麦了，妈接什么麦，我要睡觉了，我要下播了。
丽洛姐姐，丛林哥，丛林哥，你想听什么曲？丛林哥，我给你弹个什么曲嘞？下吧。No， 我给你弹一曲《雨碎江南》。你没听我弹过，我给你弹一曲《下播曲》，好不好？雨碎江南送给聪明哥，也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好多家人们都没听我弹过这首曲子，很好听哦。江南，这首曲子叫《雨碎江南》，他们人都跑没了。别着急，明天来听啊！感谢大家支持，谢谢聪明哥，人都跑没了。谢谢绿萝姐姐，谢谢时尚姐姐、倾听姐、A 哥，坚强才有未来。谢谢偏爱六打，感谢无双哥，谢谢 DS， 谢谢凤凰姐姐，感谢
嘴尖皮厚，谢谢台湾的小妖精，感谢元气星空，谢谢可以姐姐，谢谢青州姐姐，感谢猫七，谢谢旺旺，谢谢逍遥书生，感谢守护一生，感谢 SM， 谢谢航航哥，感谢大家。这首曲子我觉得挺好听的，为什么人跑没了呢？家们辛苦啊。嗯，下次我再给大家一弹。不好听吗？重新来。我用这个没有伴奏的给大家弹弹看啊，为什么不喜欢听啊？不好听的音乐。居然他这首曲子这么没能听，以后我多弹这首曲子，家人们觉得好听吗？我觉得很好听啊，这首曲子。为什么人都不给我跑没了呢？真棒，以后我经常弹啊，家人们喜欢听这首曲子，叫《雨碎江南》。嗯，无双就是江南女子，所以我特别喜欢听，是特别喜欢听和弹江南水乡的曲子。好好听啊，好听啊，这曲子第一次听，对，叫雨碎江南。我看这么多家们都陪伴着我，不管是人气高还是人气低，都在直播间陪伴着我，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明天再给大家弹这首曲子，我多弹几遍可能那个感觉会更好一点。嗯，谢谢航航，感谢航航哥，谢谢你的晃晃，好美啊，多点弹来听。嗯，好好，明天我再弹这首曲子啊，我觉得很美这首曲子。嗯，谢谢元气星空哥，欢迎勇往哥，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我下播了。嗯，谢谢这么多男神女神们，无双家们在陪伴着无双。勇往哥，我下播了，再不走的话我又要失眠。对，我发现我十一点下播我就得要凌晨一两点钟才能睡着，然后我十点左右下播，我十二点左右就能睡着。嗯，家们拜拜，青竹拜拜，绿洲姐姐拜拜，时尚姐姐，小妖精拜拜，元气星空拜拜，早睡早起，对，我不能熬夜，要不然第二天白天我就播不动了。无双哥拜拜，辛苦了啊，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爱你们。聪明哥辛苦了，拜拜，绿洲姐姐辛苦了，拜拜，时尚姐姐拜拜，家们拜拜，陌上花开，晚安，晚安，家们晚安。嗯。拜拜。